用手，用一只手。对。前面暂时就在盖房子吗？断了。就在高压线边上。这边烟的装修了没？房子在那边。对，就马路对面了。哦，对，好像是什么说什么别墅。那是个山庄吧？对，这样摔几下。吃好了吗？好。是的。摔的也还不错。你结果你肯定自己要去修，应该再往下拉一点。再拉就没办法接。反正这边刚好有点碎头发嘛，本来刘海的碎头发，好歹我可能还稍微时尚一点。待会你看。